嗨，你好，我是 Simon。最近呢是比较特别的忙，忙些什么呢？就是在思考未来方向要怎么走的同时呢，那么呢也在考虑着我的方向，我的direction是对还是不对的。那么呢我的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呢，就是很感恩啊，就是很多人，很多的新的朋友愿意跟我做朋友。那么呢没有什么目的，就是纯粹只是交朋友。那么交朋友的同时呢，就是也学习到很多东西呢，再接再厉。那么呢希望接下来的日子呢会更加的进步，那么呢会更加的知道未来的路要怎样去走，也希望更加多的新的朋友认识更加多的。当然认识的同时呢，就是我也是不断的学习中，继续的努力跟加油，那么让自己会变得更加的自强不息，那么会更进一步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也是跟我一样。你好，我是 Simon。